直播啦，赶快帮我分享哦！进来朋友，赶快帮我分享哦！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米特新年福箱，好不好？所以呢，赶快有买的朋友先跟我说你有买，好不好？看一下谁是抢到我们福箱的头箱，那你也可以先抢我们直播头箱啦！进来朋友，赶快先跟我打个招呼吧 ！Hello Hello， 哎。现在像是2023年的1月3号嘛，那先跟大家就是来个新年祝福，哎，大家新年快乐，哎，兔年行大运，然后呢还有什么奋发图强，然后来事事如意，哎呀，就是吉祥话，赶快有没有大家来分享我些吉祥话，念给大家听，一起祝贺大家新的一年呢可以越来越好，好吗？接下来先帮我分享哦，我的滑鼠嘞 ，OK， 这边呢也同步点过来，就可以看到。新的一年，希望大家也持续的关注我们米特的最新动态。那我们在直播这边呢，都会有不一样的可能会有特惠，直播特卖会啊，或者是像这样子，欸，因应时事，现在大家一定都在买福箱福袋。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特辑就是米特的新年福箱的开箱，好不好？我们这一个呢是目前我们是拿了两箱，那一个呢就是我们888的福箱，一个就是2888的福箱。那这个福箱的内容呢，一定都超过它的这个贩售价。888的呢，一定会有内含888以上的物品，并且会有一张刮刮卡在里面。然后2888的呢，也是商品内容会超过2888的市价，然后也会有一张刮刮卡。那这个刮刮卡呢，是要拿来做什么的呢？当然是来刮大奖的啊！你呢，欸，有买有机会，我们大奖呢有准备的非常丰富，好不好？我现在呢一一给你念给各位听一下，一定也有非常多朋友已经就是看到我们的影片啊、照片啊，就是都可以事先知道说，我就是已经开始希望，或者是你们是在 YouTube 频道已经看到我们的影片了吗？我们有就是一些宣传影片的话，那 YouTube 频道的这个影片呢正在抽奖中，所以呢，你也想要摸一箱回去吗？你可以先买一箱，然后再碰碰运气，说不定你有机会再抽走一箱，好不好？那我们的这个大奖呢，我就可以我用文字贴给你们好了。这边呢，一边贴一边念啦，好吗？我们一起来开箱，今天就是一起来开箱的日子啦。来，我这边贴一下哦。新春金兔送吉祥，刮刮卡的超级大奖如下，可以给大家看，大家可以一边看我们直播的画面，然后一边可以看一下文字。我们的第一最大奖，最最大大奖，好不好？就是规格任选的客制主机一台，市价高达就是最高是88888元，所有的机内的配件呢，就是达到这么高，然后就是任你搭配，好不好？客制主机啦。然后呢，在第二奖是赛车模拟的顶级版，那它的市价就高达76800元。然后第三奖全能扫拖机器人，那这一台呢，在我们男子门市也是有现场可以看得到机子，所以也可以到，如果有机会到现场看的话，可以就是直接跟他面对面看看。那市价是高达36900元哦，送全新的哦，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这都是我们一二三大奖。然后我们还准备了特别奖，特别奖是 iPhone 14，手上不是 iPhone 14的，或者是你还正想换，赶快就是留言跟我们讲，然后呢，赶快来我们买我们的福箱。今天也可以在直播上直接购买福箱哦。你们也知道，直播上直接购买，就是小编可能可以多加一点礼物给你。所以呢，今天你想要在直播上面买福箱也是没有问题的哦。
我们这个连结呢，现在这场直播的连结可以直接点，我们应该有一个连结画面，有没有看到？点下去你就可以购买了，你可以去我们的全平台都有上架，所以你习惯用哪个平台你就用哪个平台吧。所以呢，就是这么的方便可以买。等一下也会同步的开启，就是虾皮的直播，那你也可以在虾皮上购买，或者是直接现场我们这个直播里就有一个连结，你就可以直接点连结在哪边。我这边画面看是这个是上方，你们也可以跟我说一下准确位置，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手机看一下，我看看啊，我点你们直播点的话，哦，就在你的留言区旁边那边就有连结，你就可以点过去啦。那请大家帮我持续分享哦，我们这个福箱好运就是分散出去，好运呢就是这叫什么正能量吗？就分散给大家，就是不定你把好的就是开心的气息分散出去之后，你就会聚集一个很棒的能量。我是这样讲的啦，就是应该就没有问题，好吧？然后我们特别讲呢 ，iPhone 14是512G 的颜色随机不指定，然后呢，我们总共是抽六支，所以呢，很有机会你就有机会把我们的，很有机会就有机会啊，你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福箱带回去，你还拥有刮刮卡，好不好？福箱也想买，当然，新年就是要做什么？新年就是要穿新衣、戴新帽，捡到人说恭喜发财，然后呢还有什么？买福箱，好不好？买福箱，你想要买888的呢，还是买2888呢？22888，嘿，对，所以呢，你不管是买哪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影片 YouTube 的影片一样，不过那个财神爷都会眷顾你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梗吗？赶快去 YouTube 看。你去 YouTube 看的话呢，你还可以就是留言，讲一下你的新年新希望，然后呢，抽抽看能不能把福箱抽回去。但是呢，福箱呢，你就是要先买一个试试看，然后呢，再来抽抽看，加倍好运。你先把财神爷请回家，财神爷就会带着他的财神爷伙伴过来。你在什么？小别乱讲话。不能乱。好啦，但是呢，就是呢，希望大家来买我们的新年福箱。那我们新年福箱也都非常非常的超值，你知道这不能太激动，太激动就被自己的口水噎到。但是我们这个福箱呢，里面就是跟大家讲哦，我们是3C 福箱，所以不会有吃的哦，好不好？但是3C 福箱等于就是实用、高级、科技、好用，然后呢，再加上你。因为你如果是有喜欢看我们这个三频道的话，你一定也是会需要，说不定你心里想要的东西呢就在里面哦，好不好？主播晚安，晚安啊，晚上好呀，大家好呀。那大家，我们所有全平台呢都有上我们的福箱的连结，你可以直接这样线上选购，或者是直接线上直接跟我说加一，我们直接帮你登记，好不好？直接帮你登记有什么好康呢？有什么好康呢？有什么好康呢？好不好？我们就是有机会，就是在加码，在直播上加码给大家。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年米特新年福箱啦！而且如果你是有机会来到男子门市现场的话，你可以真的超好找的，因为我们门口就直接放了福箱，你可以直接看到福箱，然后福箱开卖四个大字，就直接跑进来，直接门市现场也可以选购哦。也不是只有男子。不管是冈山门市或者是台中东海的门市呢，也都是可以直接购买福箱的，两种款式你都可以直接购买哟。那你已经有买的朋友，你可以直接现场给我举手，我是直接就是有种相见话的感觉。我今天刚来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其他的小编伙伴就是推着福箱出去寄，然后我就说哦，很开心，你们大家真的是手速有够快。那也可以推荐你的朋友一起来买，就是或者是你开箱，你也可以都可以 take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喜悦，好不好？那我在这边呢，再给大家补充贴一下，整个我们福箱的这个主要内容，大家就是抢购拼手速起来，好吗？新春金兔送吉祥，那我们刮刮卡的内容也再贴一次给大家，所以呢。大家都有机会把这个大奖带回家，不过呢，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大家，福箱呢是限量发售，先抢先赢咯。那内容物如果就是内容物就是以收到食品为主，
不过每一箱的价值一定会超过我们的市售价格，这是不用担心的啦，好不好？那福相人促销商品不能做退换货，请你先购买参与的目的仅为了获得日常小惊喜，请勿沉迷在其中，好吗？那直播选购的话呢，现场就是我在这边，就是我们面对面就是好恭维啦，所以呢，可以你如果现场要跟我买福相的话呢，我再多送小礼物给你。小礼物你们喜欢什么呢？过年的是不是要打打牌呢？大过年是不是应该要打打牌？我可以送你就是扑克牌啊，还是你们想要随身碟呢？想要在直播上直接购买的，我就是加码礼物啦。但是呢，你要告诉我说你要888加1还是2888加 1， 那我们是 3C 福箱，所以东西呢就是都不一样，不会是食物就是了，好吗？来，有没有现场就要跟我选购的呢？还是你就是比较想要期待看一下后面的？但是我先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后面开箱给大家看的这个福箱呢，是随机，就是小编在包货呢，我们直接随机就是过去说，哎，就是拿一箱给我，所以不是，而且绝对不会是每一箱一样的东西，所以不是说我今天开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可能买就是一样的，应该说不可能一样，好不好？所以呢，就是大家我们这个呢就当做差不多参考，我们等一下会试着试算看看说，哎，这个福箱有哪些内容，然后呢市值多少钱，保证让你觉得天哪，太值回票价，不买真是可惜呀。那每一个东西都会不一样，所以呢，哦，是透过连结买吗？对哦，可以到连结买。那连结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过去做购买。那我们其他平台，只要是米特三 C 数位这个平台呢，就是各个平台我们都有上购买的，就是都可以在各个平台上购买。那我这边呢，也给大家在留言区把补上所有的连接好了。不过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直接点我们直播上面的这个连接，你就可以直接做购买了。等我一下哦，我把所有全平台的都上上去，因为我们在使用的网拍平台真的蛮多的。除了你可以在门市上购买之外呢，你也可以在虾皮呀、奇摩、露天、乐天、PC Home 还都可以购买的。那我把整个完整的连结贴在留言区，那你也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连结，你就可以购买咯。但是你现在是要现场直接下定吗？你现场下定我可以，就是你这边要跟我加一，那我就可以加小礼物给你。我需要确定一下，就是你是看到直播，然后直播现场确定要，那我就会在你真的下单，然后再添加小礼物进去给你，好不好？然后呢，哎，其实也可以，如果等一下开这个福箱，你是直接想看到现场的这个，你可以直接改，你可以现在先确定。那如果你说等一下说，哦，我喜欢现场打开的这一份，我们也只会各开一个哦。你也可以直接说，哦，我改成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你还是要现场确定跟我说，哦，我要加，我看看啊，你是什么？大概有什么内容物会说吗？会跟你说这两箱。这两箱可以，你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两箱就很满意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但是呢，其他不会跟你说，这样就不福箱了，这样还福箱吗？好，那就是可以跟你说，你买888一定超过888，然后有刮刮卡；你买2888就是一定超过2888，然后有刮刮卡。你如果刮刮卡刮出大奖，你真的是不管其他内容物是什么。直接超值得，但是呢，我也不能跟你说刮刮卡到底会不会中，因为刮刮卡全部都贴上那个，就是它全部上面都有要刮开那个，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哪一箱是会中，好不好？然后呢，好，有听明白哈？就是如果你现场跟我说你确定要888或2888，那我。就可以给你加小礼物，只是说你要确定要。然后呢，等一下，如果你要就是现场的，你也可以直接说我要换。反正就直播在线上，大家好讲话啦，是这样吗？是这样，没有错。好，那我们呢可以准备来看一下啦，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这两箱到底有什么东西。不过告诉你们哦，不是所有的每一个福箱都这两箱哦，那这样怎么好玩呢？对不对？每一箱都会不一样，但是一样的就是都会有刮刮卡，好吗？
们刚刚现场就是有直播上朋友直接说，大概有什么内容会说吗？说了还是不像吗？真是的。但是会跟你说啊，就是3C的，不会有吃的，不会有整人玩具，然后不会有。好啦，我能告诉你的一定告诉你，那不能的我们要保持一点神秘感。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可以正式的。我们今天就随机抽了两箱，因为我们小帮手正在包，然后我们就抽了两箱，说这两箱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箱里面有什么。是的，这样买888的话，刮刮卡比较多。哎，为什么刮刮卡比较多？每一箱就一张呀。每一箱哦，我懂你意思了。你是说如果888，然后刮到大奖，就是比较算起来比较赚，比较赚。嗯，你要如果我的理解。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对的，没错，这样比较赚。是这样，是这样说没错。用888就可以买到大奖，那是真的蛮赚。我要全部一直走出去就跟人家说，你知道用888就是刮到一个手机，你知道我的手机多少钱？888吗？啊，对，上次我们不是没有啦，我也不会这样，我就低调。那个，我们开幕的时候不是抽那个电竞椅，有一个其中一个得主就是他买了电竞椅，然后又抽到一张电竞椅，真的，他真的很，而且我们抽电竞椅的时候就是打电话嘛，所以呢，就是他也很惊讶，然后现场来的时候还就是再确认说。真的吗？真的吗？对，真的吗？真的。而且还是说抽到这个好像比他买的还贵，他一直说这是不是比我买的那一张还贵啊？所以一样的意思，如果我买888的福箱，或者是我买2888的福箱，我的刮刮卡比我的这些其他商品，我如果真的刮中大奖的话，真的是超赚。对啊。好的，下题了，开始。哦，理解对吗？啊，我们刚刚这样理解有对吗？就是关于这句话，888比较多，应该是对啊，比较多。2888，那应该是2888的话，可以买888三张，三个对不对？是吗？8、3、24，对啊。哦，您说还有三次机会，不是2888的价钱，或者是这个意思吗？买888的福箱可以买三次，就有三张刮刮卡。这样的方式也是蛮聪明的哦。你看，我理解他的意思。哎呀，那但是我买三箱就有三张，同样也是一样意思啊。如果真的中的话，真的是比较赚。如果要这样算没错，但是因为2888的价钱的话，里面的商品一定就是超过2888。对，你还是要稍微评估算一下啊，说不定因为你如果是买2888的，平均商品的那个市售价也会比较高，那可能也会，你如果是比较想要一些高单价的东西，累积就是完成的这一个福箱，那你可能也是要选2888的会比较合适，毕竟咱们刮刮卡是走一种随机，真的啊，它是随机。但是如果你运气超好的话，欢迎尝试看看。如果真的，对，就是蛮碰运气的，所以就是你要稍微评估一下你自己想要的是哪样的。比较就是稍微算一下说，我可能是都比较想要高单价，或是我都比较想要一些小件的，然后比较低单价，但是我想要碰碰运气，一次给他来三箱，都可以哦，好不好？因为等一下看内容物再决定。可是你要知道，内容物这是其中一箱，可能别箱会完全不一样哦。对，真的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我们这只能就是随机开一箱，所以如果随机抽了两箱，一箱888，下面这一箱就是2888，然后上面这箱是888的，对，就是随机。Hello， 虾皮的朋友，我们今天来开箱这个福箱，我们就是随机抽了两箱，就是小帮手正在包的福箱，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开给大家看。已经有人买了，真的吗？我刚看有人加到、他是买哪一个？先加入那个购物车。好的，这是同一个连结，他可以选的，他可以选的2888。跟我们说一下啊。对，那我们福箱的话就是价钱，如果是你选888，它里面的商品总计就是加起来的话，一定会超过888，而且还超过很多。因为我们在那边算，就说买到这箱的人超赚的啦。对，然后2888的话一定超过2888，对，一定会超过它的市价。对，没错，所以有可能就是你这一箱，因为每一箱真的不一样，这一箱我觉得还好，那我不要买，说不定就亏大喽。说不定你
个东西还好，但是它中大奖哦。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真的是亏大了呢。中大奖哦。没有，重点是东西真的会很不一样，所以不要真的不要只单以一箱为主。但是我也不可能真的开五箱给你看。对，小那个包货小帮手应该会说卖乱，卖乱。你们两个在这边捣乱我们工作。真的。对，我们再讲一次大奖的话，头奖就是88,880的那个主题，就是任选配件，你可以选到88,888，然后帮你组一台主机，看你要怎么样的，想要发光啊，或者是会飞，风扇满到爆，你说主机会飞吗？有点酷，风扇多到可以飞起来这种。然后二奖的话就是，哎，我看又有人加了，谢谢，一进来人狠话不多，直接加，对，直接加。然后二奖是那个赛车，是一个。会潜水的，会潜水的主机，会潜水的主机，对，很酷。对，然后二奖是那个顶级的赛车椅，它是顶级的赛车座椅哦，含架子、含座椅，然后跟赛车方向盘，对，这样是一整组，这是二奖。二奖的价值我记得也蛮高，好像也是7万多，76,800元，对对。然后再加 T248的赛车游戏方向盘。T248蛮贵的。好，那三奖的话就是扫拖机器了。我们之前有拍过影片，就是扫地加拖地，就是在一台扫拖机器人，超赞。没错，超赞的。然后最后特别奖，我们这一次多了特别奖，所以就是中奖机会更多。我们特别奖抽六位就是 iPhone 14，然后它是512G 的哦，这个容量蛮大。因为我自己现在手机就是用512G。对，发现买小容量的完全不够用。对，那我又不想买 1TB， 因为 1TB 想说啊，下次没有理由可以换成啊，我手机买。我要接提升是吗？对，这样说起来提升，所以我没有一次给他买到 1TB， 所以我选了512。对，没错。所以我们这个特别奖抽六位哦，所以你看，如果你用888，不管是哪一个，或者是288，都超赚，就买就抽到 iPhone 的话就超赚，没错。好好，你可能本来那888你只买得到就是高级手机壳，现在是决定手机，真的高级手机壳，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犀牛盾吗？对啊，对啊，或者是一些联名款，大部分可能都是700-800、900块都要，就是手机壳的部分。但是现在直接给你台手机有功能的。对，好，那虾皮的朋友，你刚刚已经加入购物车的话，那你在订单的地方备注你说直播加的，我们会额外再放小礼物给你。啊，不过订单的时间我们是看得到的哦，不要乱写。对啊，订单哦，你要结账的时候你就说我是直播上面加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看直播加的，我们会保证来看直播的都会额外再多一些小礼物。没错，你也可以直接在留言区直接跟我们打招呼，说我有加。然后我把你记起来，看很多人都加，我看有人一进来就加，所以虾皮的朋友可以在订单的地方帮我留言说我是看直播加没错购买的，不管你是买2888还是888，都可以在备那个订单留言的地方备注。没错，好的，给大家直播福利啦。对，好，我们先开第一箱，这个是888的。那你们打开呢，会先有一个红包袋，那你们的刮刮卡就在这里面。我们红包袋超可爱。请问怎么下单？直接点那个购物的这个连结，点下去就可以加入购物车。是的。那你加入购物车的话，因为你是看直播加的，你就在订单的备注的地方帮我打，我是直播加的，我是直播加一，然后我们就会知道，就会额外再多放，除了这边原本的商品，还会再多放。我们会跟小帮手备注说，这个是直播加的，会再帮你多放一点小礼物，好不好？对的。然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所有箱里面的内容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都是随机的。对，所以大家可以请大家里面会有一张刮刮卡，这个刮刮卡很可爱，是财神爷，然后你刮出来有三个这个元宝的话，就代表你中大奖了，好不好？对，中大奖你就赶快拍照给我们，然后对我们就会知道你是中哪一个大奖，因为我们小帮手那边都会登记。是的，没错。这个是这个金斯顿的资料夹。好的，好，然后还有什么？我看看。好的，这个是电源供应器，这个插
是手机吧，充电的是不是这个？反正我们的福箱都是3C， 下单后多久出货？其实如果是选潮商，明天早上一早有上班，那个小帮手们就会出货了。是的，没错，因为明天礼拜几？明天礼拜三哦，对，那就是明天可以出货，因为我们这几天都是平日都有上班，没错，小帮手们都有上班，就会隔天就会帮你出货。对，对的。第一个是这个电工，他是 Incha 什么论电论电，我很想念他的名字，但我念不出来，没关系，反正他是一个充电头，对不对？我们等一下请小西帮我们算他整个这一箱的总市价是多少。来，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它是 mini PD 的这个电源供应器，就是那个是的插充电的嘛，对不对 ？iPhone， 嗯，体积小巧，重量轻，手感极佳，对，很小的这个方便好携带，支援 iPhone 的20瓦快充、嗯，然后它会自动匹配充电，然后智能辨识，不会伤你的手机呀、啊，或者是你充电的那个商品。对，我这边呢，一看到商品，我就会立刻用 Zoom， 就是立刻查询，然后把这个名称写给你们。所以呢，你们也可以再详细的直接在我们的页面上直接看介绍。对，因为我这边这样查很快啦，直接贴给你们，可以更详细的了解一下，也可以就是回头看一下。那这个市价多少？这一个我看一下哦，这一个的话是，这是在哪里来着？这是288。哦，我拉太上面了，等一下啊。哦太大了，我往缩小一点。这个是哦，这是490啦。哦，这个490。对，这是490的，我刚刚看不到那个格子。OK， 490哦，这一个这个490，没错、哦。好，来，我们从现在开始算数加。对的，490。好，然后我看到这个哎，线控的，我把它记录在耳机一下。耳机麦克风。这个是这个是 EP 雷伯的，雷伯的这个入耳式的耳机麦克风，它是入耳式的。好，这个的话，它的市价上是399。嗯，大家也可以一边帮我按计算机，等一下抢答没有啦？抢答，请问总计多少钱？对，哦对了，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开，你看一直看一直看。想要直接说我要这箱哦，直接抢这箱哦，好不好？那刮刮卡不会刮，刮刮卡我不会帮大家刮，对，刮刮卡留给你自己刮。这个是耳机麦克风，它是可以线控的，可以直接对话的这个耳机麦克风。这个的雷伯的 EP28 的入耳式耳机，它是通话听乐都很适用、，CP 值比较高，流行音乐专用的耳机，一体成型，好看耐用。不管你是去哪里，捷运、公车、机车组全部都适用。它这边写开车、骑车、办公，然后里面有附大中小的这种三款耳塞，大中小还有附耳塞，你可以自己更换你想要的尺寸。对，哦，那这样比较方便。我从这里面一直看到这个有一个脸，哪一个？好可爱！这个是这个维新龙的这个眼罩、眼罩超可爱的，然后后面是有可以调整的那个松紧。好，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我们上次是上次有介绍，真的，而且现场也是，我觉得没记错的话，现场也是有人直接说，人家对对对，跟私讯加。这个是时间水壶，然后它是1000ml的。这个1000ml 的水壶，它上面是写259，对吗？这一个水壶的话呢？ 259, 对的，没错。水壶259，这样多少了？多少了？已经加到多少了？大家帮我算一下啊！我应该要拿计算机上来，对不对？没事，我等一下呢就直接给它按起来，我一边记录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可以继续看一下。好，下一个还有这个。哦，金斯顿的这个随身碟，这随身碟看起来很厉害，64GB 的这个金斯顿的随身碟，金斯顿的随身碟64GB 3.2 的随身碟，这个多少？这感觉蛮贵的耶。这个的话是19，19这么便宜，它看起来很贵耶，很高级耶，这个随身碟。有时候还是很看就是。它真的就是这么实用的一个东西。对，它是 USB 3.2 的随身碟，然后64GB 的
这其实蛮大的哦。它是滑盖式的哦，对啊，因为它这里，然后有一个可以挂那种类似钥匙圈啊，或者是那种挂绳的，有些人会直接把它挂在识别证的那个，然后就这样挂在一起，就不会随时不会忘记拿，就开会的时候就需要的时候就这样可以插。它这个还有另外提供5年的保固，免费技术资源服务。嗯，对的，所以品质也是是金丝度的，所以品质也是非常有保证的哦。对，来我们这一项，哎，其实它其实已经很丰富了，好几个好几样商品。对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好，继续哦，还有一个这个荧幕清洁组，这个它包含了这个叫什么喷雾，然后还有一个小刷子跟一个这个清洁的布。这个布的话其实蛮好用，因为我们自己蛮常就是在拍影片的时候，有时候都会留下一些指纹啊，这个布蛮好用的，这个我们都会拿来用。对，虾皮的朋友直接加入购物车，然后你在订单的地方备注是那个直播加的，我们就会再额外再送你那个小礼物。因为我一次看到虾皮有人直接把它加入购物车。没问题，是的，没错。我们现在是随机开一箱，不代表每一箱里面都会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哦。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对，大部分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不会。对，没办法，我们东西太多了。对。然后还有一个还没开完呢。哦，对啊。还没开完呢，还有一个这个雷柏的这个光学滑鼠。是 N100。对 ，N100 的这个光学滑鼠。这样总加多少？我觉得应该超过。有没有人默默在帮我按计算机？快，比我还快抢答，也给一点赞。什么？你想给什么？想给多位副牌怎么样？好吗？好，我刚刚有这样1、2、3、4、5、6，不算正品的话，已经有六样商品哦，就是。这一箱888的话已经有6样商品，那你直播上面再加的话会再额外再给你一箱，还是有没有已经喜欢这一箱想要直接加这一箱？可以直接抢哦。对，这箱的编号是几号？诶，没有，这箱没有编号，这一箱还没写上去。好，没关系，如果你有想要的话，我直接帮你把这箱，要直接就是给编号吗？对，我这边可以直接看哦。好，没关系，有人要我就再给。好，没问题。好哦，这一箱是888。那除了刚刚我们就是开箱的这些东西的话，它还有额外，我们每一箱的话都会有这个刮刮卡，也许价值88888元。对，有可能就是看你的手气好不好。一个红包袋抵一箱。刮刮卡长这样，我们每一箱一定都会放，好不好？我们有时候那个小帮手就说，我是不是忘记放，所以他就会去把它割开，再确定一次有没有放。对，因为一定就是要确定要。对，他就会再割开，然后就说，我到底有没有放，会再确定一次。对，所以但以我们可以保证是每一箱都会有刮刮卡，好不好？这个刮刮卡就是大奖哦，大奖就会在里面。我们再讲一次，小溪在计算的过程中，我们再讲一次大奖的话。算完了，有人要比我快？有没有人？有没有先算出来刚刚这一箱价值多少？有没有？还是要让他先这么的竞猜？好，我要公布咯，刚刚那一箱多少？我们这一箱嘛，对不对？这一箱我们这一箱售价是不好意思，售价是888。对，但是我们总价算出来呢是1804元。啊，超过，直接超过，超过直接超过。所以这一箱就是快2000，你用888买到快2000的商品，然后还有一个抽到大奖的机会哦。再多加一个扑克牌，好，你给它放进去，对，给它放进去。好，然后这些赠品我们不会把它算进去那个售价，对，对，我们算的都是我们有在贩卖的商品，我们的福箱就是3C 的福箱，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门市都会有卖这些商品。厂子给了3个赞，谢谢厂子。厂子，我看到你帮我们分享那个福箱的影片，对呀、啊，谢谢你，谢谢你，真的很赞。然后呢，有喜欢的人也可以直接在留言的地方打那个福箱加一，很滑，很滑是很划算的意思，很滑，咕溜，很咕溜。
对，虾皮的朋友有喜欢直接帮我点那个连结，不是连结，就上面这个叫什么商品，对，就直接对，像这样直接对按进去就会加入你的手滑，对，很滑。对，就直接加入你的购物车。那我们今天是在直播上面加的，你就在订单的地方帮我备注直播加，没错，直播加一或者是直播加的，反正你只要打关于直播的东西，只有今天哦，只有今天下单的我们才会，我们会看订单日期哦，我会看时间哦。对，我跟小帮手说，这个时间内就是我们现在直播这个时间内。下单的，然后订单有备注，我们会再请他再额外帮我们放一些额外的小礼物进去，就不包含就是这些原本的商品，这些都是原本就是有售贩售的商品，没错啊。对，那我们直播加的话会再额外再放商品进去，那直播加的话呢，就是会更优惠，也不是更优惠，就是更多小礼物。那同样的都会有一个这个刮刮卡。再给大家看一次刮刮卡，我因为觉得这次刮刮卡很可爱，啊、真的，这次刮刮卡超可爱的，这刮刮卡也是好玩的哦，是真的像，我过年的时候都会买那种刮刮刮刮乐，刮刮刮刮刮，我而且我都只买100的，我就是心很小，我想说有中就好，有中就好，我心超小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买这个888的福箱，或者是2888的福箱，是保证。在这个市价以上的，对，所以咋买咋中，咋赚赚，对，因为这些商品一定是超过880，不会让你就是买了，然后可能啥都没有。对，比如说你可能去买乐透啊，买或者是买一些刮刮卡，刮了没有就没有了。对，而且很常刮中200，然后再去换2张，还就没了，抵完。对，所以这样，所以呢，你如果是买福箱的话，这个市价一定超过，基本上就是赚的，不会让你就是空手而回。对对，刮了个空虚。对，就像这个什么，前两天我们家里我弟弟就直接跟我说，买乐透就是妈妈你不要，哎不是，他跟我妈讲啦，说妈妈你不要买乐透，他是骗你100块。所以呢，你如果是来买福箱，保证赚的，你还有机会刮到大奖，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新年，就是要来一个好运气一波。你要把好运气，就是借有些刮刮乐啊、福箱福袋嘛，带回家哦，超赞，真的超赞。好，这是888，我们等一下要来开2888，2888。没错，每一个福箱的内容物呢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会有一张刮刮卡，可能会抽出超级大奖，好不好？对。可能会抽出超级大奖哦。那我们超级大奖呢，有可能是一奖哦，规格任选的客制主机，那也有88888哦。那也有赛车模拟顶级版，有赛车椅跟方向盘，然后还有三奖全能扫拖机器人，也有特别奖 iPhone 14，我们准备了6只 iPhone， 我们抽6只14哦，不是5678哦。iPhone 六打开真是谢谢您嘞，不是5678哦，是 iPhone 14哦。5678是不是不小心把那个就是放到以前的旧机子，会被骂我们，会被骂，知道？而且5678好像也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吧？不会啊，全新的找不到了吧？啊，全新的，全新的应该找不到了吧？真可对哦。来，我们这一箱是2888。我刚刚在爆的时候有一点重量，对，所以我们这一箱的话，里面的价值就会超过2888，有点重，所以我把它放后面的，然后我开了拿在前面。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差距，这个箱子的差距，所以里面的商品就是会有差，因为像这么大的，我有看到他们有放键盘啊。好像还有电源供应器，然后也有一些什么路由器吗？还是一些网卡？反正就是这一箱比较大的商品。看着我好想讲。或者是耳机，就是比较大的耳机，这种比较大哦，喇叭，对，喇叭这么大的，有些就是可以放到比较大的，像这么小箱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是小箱的。所以如果你希望开到就是本身东西体积就比较大的话，你可能要选择2888的。对，比较小的可能就比较小一点的3C商品，那比较大箱的会比较
有机会放进去大的，因为不一定，也不一定大箱里面全部都是那种大型东西。你可能想说，哈，怎么办？我想要高价，但是我又不想要大东西，因为真的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大箱的，但是里面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商品。对，好，那即刻开箱。好，我们现在开的这一个福箱是2888，然后每一个福箱呢内容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开到的呢，只是让你有一个机会直接抢购这一箱。对，一样都会有一个红包袋，这个红包袋是我们兔年的红包袋哦。对的，如果你想要这个红包袋的话呢，我们有用，有包成一包，然后里面有5个，你只需要呢就是关注啊、订阅啊我们的 YouTube 跟 TikTok 的频道，我怕就是那个虾皮会卡我。对，所以就是。短影片的集中地的2个地区，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贴文，或者是你直接询问说，小编到底说要关注哪里啊？但是总而言之，你也可以直接到门市，好不好？你只要有关注，然后呢到门市，你就可以直接拿一包，一包里面或5个我们这个超级可爱的红包袋，好吗？它上面写的什么，你知道吗？内有巨款 to you， 内有巨款 to you， 然后后面还有个拿钱手手，你可以自己就是在旁边写说。给我钱钱买包包，叠字给我钱钱买包包，或者是就是我刚才已经看完了，谢谢很大的东西，或者是你就是拿空的红包袋，然后给会包红包给你的你的个，那就感谢谢谢，好吧，都可以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开2888的福箱。其中之一啦，就是福箱有这么多，我们其中一款唯一就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现场抢购我们现场的这两箱。好，来，计算机准备好。好的，第一个我看到的是这个无线TP Link 的这个无线 USB 高增益的无线 USB 网卡。网卡这个 TP Link 的。网卡真的是我前阵子的，就是完全依赖它。对，因为它电脑的，就是忽然怎么了，我就需要这个网卡，我立刻就是去找我们就是门市，然后直接说，可以给我这，可以这让我用一下吗？救我！我已经拿着它了，救我！对，这个是279，对不对？上面是写279。来，我看看，是的，没错。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读卡机，好，这个读卡机我看一下，的好，这边对多功能读卡机，这个的价值是219，这个其实我觉得蛮好用的，因为我自己有那个自然人凭证啊，或者是它其实读记忆卡也可以，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觉得其实蛮好用的。是的，像这个 ATM 晶片多功能读卡机呢，你只要拥有一台就是好的这个晶片读卡机，你不管是转账啊、缴税、申请公文，你都可以直接自己就可以操作了，你就不用去跟人家人情人，不用排队。那现在很多什么网络报税查询、个人健保，你就是不用去银行或公家机关申请，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三 C 产品。来了。来了，就是它很重，就是它很重啦、啊。这个不断电系统，这我们之前超常推的，尤其是那个我们真的有一阵子台风天啊、下雨天，直播上如何购买？那个直接留言加一，然后私讯我们，我们就会知道你是在直播上留言加一的。那我们直播上留言加一的话，会再额外有小赠品。对，我们会跟小帮手讲，就是直播加的，就会帮我们再多放一些小赠品，好不好？好的。然后虾皮的朋友直接帮我点那个加入购物车，就可以加入购物车。对啊，讲什么？加入购物车。所以呢，就是请大家在我们这边加一，然后在各平台，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你比较想要在哪一个平台啊？对对对。我们这样也会比较对应的比较快。对，对没错。直播上加，然后我们的价钱是2种，888跟2888。那我现在开的这一箱刚好是2888。那每一箱的那个商品不会一样，就是我们这是随机开，它不会到完全一模一样，可能会随机配，一定是随机配，不是可能。然后每一箱一定都会有一张刮刮卡，
对，一定都会有一张刮刮卡。那最大奖项的话，最大奖就是可以获得88888的那个客制主机，就是你规格任选任配，像现在的4090啊、i9 啊，你就任配，就给他选最贵的。对，还没超过88888，你就一直给他加，把它加到88888，好不好？欢迎有会给他加满。对，但是如果你不会配，你可以对私讯我们，我们有专门的工程师帮你配到，协助配到帅。对，你就说我的就是88888，你就是帮我配到满，真的。好，这是最直接的做法。对，然后二奖呢，就是那个赛车模拟器，它是顶级的赛车椅，然后再加赛车架，还有 T248的那个赛车游戏方向盘。但是总价也是7万6千多，然后三奖就是扫拖机器人，这个我们之前有拍影片，就是扫拖，然后自动那个收集垃圾集成，对，然后你只需要换水，你的手根本就不需要碰到那些脏水。对的。然后呢，最后的特别奖是 iPhone 14，我们是512G 的，我们抽60。是不是最想要哪个呢？是不是想换手机？我真的超想换手机，好想抽，真的，没错。所以大家呢，现在立刻选购带回家吧。你在直播上购买的话，你还有额外的礼物。那你就是跟我们这边加一，跟我们说一声，让我们可以注记给你，或者是你直接比较害羞，你就在订单备注直接写。直播看到的直播加一，直播购买，对，直播超棒，直播我要礼物，对，都可以打关键字，打到关键字直播，其他随便你加。对，但是就是要在直播这段时间，我们到今天晚上12点前，对，可以想一下，你先加，然后想一下，你看就是今天啦，对，日期有，咱们就看今天。对，然后明天，因为明天一早小那个小帮手下上班啊，他们就会开始包货。好的，我看到那个伟霆吗？他要2888加一，我们这边会帮你注记。你知道在哪个平台下呢？如果现在有决定好的话，可以直接先跟我说哟。对，对，可以先跟他说，先帮你，我们会再帮你跟小帮手讲。那额外的话，小帮手就会帮你多放一点那个直播的特别礼物。是的，没错哦。哎，我还没开完，我2888都还没开完，还没用。等一下，如果你开完这一箱，你有喜欢的话，你直接要换，你直接要带这一箱也是 OK 哦。然后我们刮刮卡让你留着自己刮，然后再额外塞。还有这个幻财风暴，这个我也专门帮他拍过影片，所以我对他很熟。那就是三颗一组的这个风扇，你也朋友可以台中直接拿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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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好。那我们会跟台中的小伙伴说，你是要这一箱吗？应该还没开完呢，还没开完，他应该是2888。他想要直接台中购买，直接现场买吗？台中有，台中门市台中有，对对对。然后这个的话，这个如果你刚好抽奖抽到那个88888，你就可以直接用上了，好不好？是，用好几个。我意思他是要在台，因为台中门市现场也有在贩售。嗯，对，那可以去台中门市。所以他是要在台中门市取货。取货，所以一样是网购。算，那就是现场拿，就是现场拿。没有啊，看他是要挑现场的，还是我们还是要台中可以请台中直接。门市再多帮你多放一些小赠品，好，对对，就不会把你打开了。嗯嗯嗯，好，没错，没问题。然后来这个幻彩风暴这个风扇呢，它是可以联动的，就是它可以串接好几个。那这一盒的话就是三路，然后都是像这样子会发光的。幻彩风暴的话是三路组，然后它的价格。原价中贵一点，但是我们目前售价的话是599，我们就用599来算。它原本是990哦，是的，990，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门市在做特价是599，所以我们这个总价加总就用599来算就好了。哎，刚刚这个你有加吗？这个有加了，我们这个还没讲完就已经有了。这一个的市价的话是1760，对对，然后它的是可以插八个孔。对，如果其实，我们之前就一直在跟大家宣导，就是家里的电脑或者是办公室的电脑很需要，就是、还有你那个你这一关已经很难破关，很难破关，很难破关，好不容易破关，你忽然啪没了，啪就是啪没了，好不好？所以呢，
不断电系统，对，它是不断电系统，它可以就是帮你防止那个突然的那个突波啊，或者是突然断电，嗯，像我们之前这边刚搬来的时候，它也是有一次就是突然就说断，就是要断电要维修，是好像半个小时吧，对啊，所以有这个真的是它突然断电，你这里还可以维持大概一阵子的时间，让你有那个时间可以先存档，对对，让你不会突然就没，你还 一小段缓冲的时间，然后也是保护你的电脑，如果你抽到88888的电脑也是会想要好好保护的，对没错，你越是高档的产品或是这样，你如果也怕忽然就是断电让你的机子受到伤害的话，嗯，也是很需要这样子一个缓冲给你，对，那它也是一个节能技术的哦，所以你也不用想说它会不会耗电，不会啦，它不管是电脑啊、数据机、路由器，或者是那个电视的机上盒，嗯，或者游戏主机，你知道吧 ？PS5 啊，或者 Xbox， 或者是这种 WiFi 的这种智慧型家庭设备，像我们家有空气清净机啊、除湿机这种。就是突然断电的话，其实对那些比较不会有伤害，蛮伤的。对，你如果有用它，你就有一个时间好好的处理。缓冲，对对。好，然后再回来这个。好的，这个是幻彩风暴，它有一个控制器，就在这里。控制器它可以变换颜色啊，然后它还可以声控，三种的声控模式。声控模式就是它可以跟着节奏变换它的那个光效，就是这个。这个其实如果。我们其实蛮多主机或者是商品的都会装这个幻彩风暴，因为它拍起来的效果很好，所以大家也蛮喜欢使用这个风扇的。是，本来很想说董子大子，但是呢这太长了，我现在是过新年，我要说咚咚咚锵。哎，是说我们刚刚在路上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我们听到有人按一个喇叭声，然后就叭叭叭叭叭叭，他真的手速很快。对。那真的是有笑到，来，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Hello 高品质金属麦克风，对啊，这是线上教学、视讯会议跟那个 Hello 线上游戏都 OK， 它的话是这样子，长这样子，它这个天鹅颈的地方它就是金属的，它可以弯那个角度，你就是弯到你的角度。长字笑哈哈，笑哈哈是8888那一段吗？你说八八八八八八那一段吗？我们是听到那个喇叭声，然后我们就说什么啦？对，对，好，这个的市价是299。好，价格现在多少？加到现在多少？是不是？好，我看一下哈，刚刚呢，有不断电系统。然后这个是额外再给大家送给大家的这个清洁软条，就类似史莱姆那样，这个其实很好用哎，因为很常那个键盘的缝隙或者是那个萤幕啊或者沟槽，就是有一些主机的那种沟槽内啊，还有网卡，就是用这个把它这样粘起来，很赞。或者按电话，然后它上面还有方向盘，对对对，方向盘有时候那个按键的中间啊，都不知道怎么清，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对，送给大家清理的。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个，你是不是快？我看看，对，差不多了。OK， 好，那如果也把没有算板折伞的话呢，是3205块，板折伞也加进去3605，哎，我们这个已经大超过了耶，各位。然后还有再一个这个 Intel 这个夹板，这个也是送大家的。哦，好的。对，那这一箱288的话，商品其实最有价值的，其实都蛮有价值的，都还蛮。不断电系统吧？对，整个在。对，那整个在实用上啊，跟哦，这个的话是离线式的，离线式不断电系统，它市价就要1760了。对，然后也是里面这个单价比较高，我觉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内容物之一。对，这一箱是2888，然后呢，主要呢，你除了拿到这些商品，你还拿到了一个机会。嗯，给你一个机会。是说反折伞，我很想再跟大家补充一下，那个是自动的哦，自动反折伞，而且它的伞面非常非常的大。要开吗？啊，不用不用开吧，就开过，你被我开过。对啊，之前有打开过，它真的蛮大，它就是撑两个。我们如果现场这边这样打开，它会超出我们画面，会超出，会超出，就是要到后面，不然它会超出画面的。
它是自动反折伞，我觉得蛮不错的，而且伞面非常的大，颜色也是那种黑红色，所以不会有啊这么粉，我好害羞，不会有这问题，好吗？我觉得这一箱很不错，要的直接就是说我要这一箱带走。那先跟一样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每一项内容物都不一样，只是说一样的是刮刮卡都会放给你，你都有那个机会把大奖带回家哦。那如果想要购买的，你想要直接购买福箱的，直接在我们直播加一，然后888或2888，我们就是多送赠品给你。对，直播上面加的，我们都会额外再多送赠品给你。那虾皮的朋友帮我直接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在订单的地方帮我备注留言是直播加，或者是我看直播加的。好的，之类的，我们看到会小帮手看到就会帮你们再额外多放。好的，那我们这边有在2888加一了。哦、okay ，我看到了。好，我们这边小溪帮你那个登记。好的，好。那你要什么平台吗？还是你要私讯跟我们讲？对啊，对啊，可以。如果你已经决定好你要在哪一个平台，你可以先跟我们说。或者是你要到哪一个门市支持我们？有三个门市。对，小声，我又怕被虾皮怎么了？没关系，我们有三个地方，对，所以你可以再跟我们讲。突然很隐晦，门市现场可以现场选购。那你如果是在直播上跟我们买的话，你要特别跟我们说，我们特别就是给你们多加东西进去，好不好？嗯，没问题，多加礼物给你们。我先把2888就先放。好。对，那我们的这个。商品不会每一箱都一模一样哦，对，几乎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居多。那也有可能，就是不断电系统，这一箱也有，也可是某一箱也有，我不知道。那你们可以配的商品不会完全一模一样，但是一定会超过2888，那888的一定会超过888，所以呢，砸买砸就是赚啊，刮刮卡这个。好，对，我在放。好的，差点给他忘。不要担心，完蛋。是的，那我们今年的福箱就是一个小资可取得的价格，888跟2888，你就可以把福箱带回家。喜欢的直接加一，加一在直播上，我们就知道说，你在直播看到的加的，对。或者是你订单备注直接说哦，我在直播看到，直播很棒，直播我喜欢，直播我想要礼物，都可以。关键是打出直播，关键是直播，我们就会很开心，就让小帮手，我们就会准备一些，我们就会这个这样拿过去，然后说放进去，然后这个拿过来，说放进去，对，放进去，我会帮你放，对，插手小帮手，小帮手，对，小帮手，好，所以大家趁直播上可以这样子多加礼物给你们的时候。加加加加起来好不好？而且我们下单出货都很快的，所以呢，大家对，就是我们新年嘛，好玩，就是福箱买起来。对，然后如果有买的话，现在在不管在哪一个平台下单，我们随货都会寄出那个红包袋，就是我们的定制的刚刚看到的这个红包袋，但是也是数量有限，我看看它颜色因为有一点我们怕会不够，但是。有拿到的就是你幸运，是的，没错，有拿到就是你幸运。你现场跟我说你一定要红包袋，我们就一定付给你，好不好？你订单备注写一定要红包袋，一定给你，一定要红包袋，因为是限量，蛮数量有限的，而且你只要有在我们两个很大会放影片的地方，你有关注它，因为我们现在有拍虾皮，所以呢，我们一些关键字就是。我们需要一点眼神，好不好？对，所以呢，你只要有关注他，你有按那个订阅的话，你还可以直接在门市领取，直接送的，啊，你可以顺便买那个福箱，对，有买福箱，是的，有机会，对，我们今天开很快，那我可以来开，因为我们有别的，我们有准备了一箱，就是同事他们也有买，那是全家还是全家的，我们来开一下不一样的福箱。好，带给大家看，但是大家现场加的还是以我们的为主哦。你不要跟我说你帮我买一个全家福袋，我会晕倒哦。对，我们现场的加还是以米特的福箱为主哦。对，米特的福箱里面都是三 C， 啊，我们等一下哦不会帮全家的放进去，不用担心。把全家的这个福箱放进去。好。那就是我们现在呢，可以持续的选购加购，就是2888的福箱跟888的福箱，米特福箱，
但是我们现场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同事别人的福箱。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别人家的福箱，这个是超商的。多少？有没有人也买了？全家的全是不是99？还是我记得第一年我不知道开始做福箱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在拍。我在开福箱，然后老板就说我们也可以自己做福箱。对啊，然后就做了，所以从那一年开始。而且去年我也超爱买一些就是各个地方的福箱，对，就自己在玩得很开心。对，嗯，你也可以自己啊，你也可以就是开我们福箱。有没有人买全家？他的最大奖是什么？我记得 Seven 的是玛莎拉，它上面会写，它应该上面会写。我记得 Seven 的好像大奖是玛莎拉蒂。我的，想要你买都没买你的，我要开了。好 ，OK 啊，我们现在直播上加一还是加米特的哦。啊，对，全家的你自己去全家买。嘿，你可以选全家取货啊，然后就顺便买。那不是直接？哦，对，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全家，我看对啊，有人在那边选的。对啊。哦，对，你可以选那个，因为我们取货的话就是。买了米特的福箱，然后再顺便去买了一袋。对啊，超方便欸。有时候你抽中，我们感谢我们就是办公室的同事提供给我们这个有趣的机会。哎，什么？他的这个红包袋，好像没有捡到，是放在这边的。哎，这个要我帮他撕吗？他有一个延迟虚线，应该、就是。啊，他有一个商品兑换券。我记得他好像跟我说，说不定你会在上面直接帮我开出大奖，所以他希望我帮他开吗？他说，说不定你会在上面直接开出大奖，他是这样跟我讲的。不管这一袋里面有什么，他这样子跟我讲，代表是我们可以试试看喽。真的吗？有没有在看直播？我开了，我撕了，已经撕了。一边说可以吗？可以吗？然后我已经开始撕。哎，那这个呢？这是商品卡哦。对，那个就留给他用。好的，哎，那也不错啊，也算赚。你不管这一袋到底多少？我不知道啊，我现在现场。啊哈哈！我看到米线会过，我看看开奖即有礼，然后还有一个是要输入序号的，然后有一个普奖专区有一个现折100块，然后还有大户屋，我是不是要把这些折起来？不然我怕大家不行哦，他这个是那个好这个对啊。所以多少？这个是多少？我只有看到他很多奖项，只是他怎么没有说这一个多少啊？哈哈，开奖即有礼这个地方我抽到了明谢惠顾，抱歉了龙龙，抱歉了龙龙。哦，这个大奖是宾士吗？对，宾士哎。但是我怎么没看到他说？他说买完。输入抽奖序号，快点！等一下，帮他输入一下。好，我看看里面有什么？200块的样子。应该是我喜欢吃，应该是200块的这个饼干干，而且这个不错，这个我也喜欢吃，这个好吃哎。刚刚你已经拿了我把它丢进去，我把它放进去了。这个统一肉燥面，这个也是算是接受度很高的泡面款式吧，对吗？这是什么？旺旺，这是小朋友爱吃的哦，小朋友爱吃的旺旺，我也爱吃啊。这个巧克力我想要。你不要跟这个巧克力跟海酒，你说这袋多少？200哦，200，嗯，好吧，我的语气是不是怎么了吗？我想说99的话是好吃的啊，这个也是不踩雷的吧？对，这个也不错啊，可乐，好，来这边200，我们没有在卖，没有在卖啊，也放心，我们不是。我们是3C 福箱，好不好？不要看到这个都以为就是没有，我们是3C 福箱。想说顺便看一下别人的福袋，这个是全家的，有没有人也买？来跟我分享有没有一模一样？因为我看到我买的那一店，我看到很多人有那个就是买了一次买好几袋，类似刚刚那个一开始说888的话，可以买个3箱，就等于2888的价值，然后还有3张抽那个刮刮卡，对。但是商品的话，我就看到有人买到一模一样商品，是一模一样的商品，但是我们的话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好不好？我们的商品都是随机的，不会包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好，这边是那个什么。嗯，长治笑哈哈，对呀、长治笑哈哈好几次，可以持续的
这一家米特福香哦，我们在直播上加的话，你订单可以帮我备注一下在直播上加，那我们会就是这家小礼物给你。对，虾皮朋友也是哦。对，好不好？来这边是全家的福袋。对，我们顺便开箱一下，有两袋耶，我之前给他开一袋，另外一袋留给他自己。是，对，感谢他的提供，让我们可以看一下别人的福香福袋。对，但是这个大脚，我知道这个是。我帮他说到了明谢会过。好，那你们也可以选择就是全家或是 Seven， 就是你也可以顺便就是买啊，对不对？一次带两个，买了米特福香然后跟福袋一起回去，嗯，感觉就很好运了、嗯、对啊。好的，那我这个你们可以直接点我们连结上面直接做连到卖场去就是选购，那我这边也贴完整的给你们，因为我们是全部都有，全部都买得到，我们现场也都可以买得到哦。怎么了？嗯，没有，想要出去那边讲话吗？没有，我想说收音得到哦，出去那边也是收得到吗？刚刚一个语速快，差点呢，我是因为虾皮这边。他不喜欢他不喜欢就是别人。没关系，有加的应该都有加了，因为我刚刚看到蛮多人把他加入购物车。是。那这今天呢，有看直播加到购物车的，我们都会额外再请小帮手帮我们放一些额外的礼物进去。没错。但是就是播今天哦，到今天晚上一月三号的订单。对。我就都 OK， 哎、欸，场次要2888加一。好的，没问题。好的，场次要选在哪里？订购呢？你决定了吗？没关系，如果你还没决定，也可以之后再私讯留言跟我们讲。按、那个订单备注一下直播就 OK 了，好吗？没有，场次看到我们就知道了。我只有看到场次的名字就知道。对，看到场次的名字就知道了，好不好？好，没问题，这样也是 OK 的。对。好的，那我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如果有场次要虾皮，好，没问题、哦。好的，对，好的，没问题。好的，那个什么虾皮好了，好，帮你备注了。好的，哎，其实都是加2888，其实888也很好，因为是啊，我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还不错的小东西。哎，我才刚说888现场这箱哦，好，谢谢，没问题，谢谢你。那这箱就是他的了，好不好？是不是？嗯、啊他要现场这一箱哦。对啊，他说现场这箱我要啊。他要现场这一箱哦，我想说都没有人加888的，对，有些人就想要一些小确幸，像那个想要自己拆，因为他有可能就是其他人想说哦，我要自己买没看过的，知道每一样的惊喜，对。好，不过也有像 Dennis 这样、哦、我要直接确定的东西，刚好是他想要的。对，还是他觉得这一个特别有缘分呢？特别有缘分，特别想要这一个。好的，那我这边帮你记录一下，等我一下，来帮他记一下。那我们等一下会帮你放好小礼物，再把它封箱。这真的是我们去给人家抽上的，我说哎，这箱给我们，然后就直接抱走，也不等他回说好不好？先跑，先跑，先抱了再说。好的，对，那我们就是刚进来的朋友，如果还不知道我们福箱怎么买的话，哎，我们的也没有什么规则，就是我们的大奖都没有什么通关表，没有什么带走的，对，就是帮我们打888或2888加一，然后每一箱都会有一张刮刮卡，再拿出来，就是会有这个刮刮卡。每一箱一定都会有一张刮刮卡，那我们的这次的刮刮卡还蛮特别的，它是一样让你有玩那种新年刮刮乐的感觉，因为它就是抽出蛮可爱的，刮出三个金元宝就代表你中奖，那你中奖你就赶快拍照给我们私讯，我们就会知道你中的是哪一个奖项。好吧，因为我们有没有觉得他手上这一个不错，但不好意思，已经是他的了。这一箱2888的那一个还没有哦。你说现场吗？现场开的，对。现场，有没有觉得这个刮刮卡特别有缘？对，特别有缘。这财神也很可爱。对啊，这财神也很可爱，真的。对，然后呢，我们的大奖，我们要再强调一次我们的大奖。大奖的话就是88888元的那个
那个任选规格的客制主机，就是你不管要怎么样配你的主机，像现在最新的4090啊，或者是 i9 啊，或者是什么，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反正就是规格里面东西任选任配，然后你要多少个风扇？干什么？在这边默默的放。就是你任选你要的配备，要水冷啊，有人说要潜水的，那个可能我们要麻烦一下。有可能防泼水的键盘哦，对啊，所以东西都不一样，都很好的，大家可以选购，就是欣赏一下哪一个会比较适合我，哪一个刮刮卡感觉就是特别心有灵犀。对，我手上拿的这一张吗？这张已经是 Dennis 的了。这张已经是 Dennis， 我等一下会给他。后面那箱还没有。对，后面那箱有人要现场的吗？有人要现场这一箱吗？对，我刚刚放东西进去哦。哦，我看有人加入购物车。好，那记得帮我当订单备注写直播购买哦，对，我送礼物给你们。对，今天有加的都帮我备注直播加一，或者是直播购买，然后或者是我爱看直播，只要你的关键字有打到直播，对，我们就会再额外再多送你那个礼物，对，多放一些礼物进去。只要是一就是直播开始之后，到今天12点前，就都算是直播看到的。对，没错，不管是虾皮或者是这边。哪边，或是刚刚有，我们还有很多那边这边那边那边很多边，好可怕哦！我们是不是旁边很多人？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哪边？你懂的。对，或者是刚刚加的这些人，我们都会直接帮他，就是订单备注的地方。对，我们这边会直接备注，让小帮手对额外再帮你们多放小礼物。没错，而且福箱限量抢购，先抢先赢，就是数量有限，说完拜拜。对，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限量的哦，不会一直卖。我们箱子数量买好了，就是卖完不卖了。刮刮卡的数量也已经。对，所以呢，就是福箱限量抢购，大家就是要买要快。然后呢，再加上那个红包袋一包的，我们会就是随箱付。不过因为数量有限，你看我真的是，所以呢，对，不敢保证。所以如果你很想要，就是红包袋，然后你可能。不太方便到现场，我们有三个现场，我也不能讲得太清楚，因为小皮，然后呢的话，但是你很想要红包袋，就是一样订单备注帮我写，那我们就一定给你，好吗？好，你不要写那个我没有办法确定的，什么我一定要有这个头奖的刮刮卡都办不到哦，有头奖办法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看不出来他长怎么样，然后我们帮大家眯一下，太为难。先帮这个，给我借我一下，我帮你透光，透不了光，眯一下，还真不行。那没办法透光，如果可以的话，我那刮刮那什么刮刮乐，我走就中大奖了。好的，我是刚才讲大奖而已，那我再讲一次，因为有些我一直看到有新进来的人。是，那二奖的话就是赛车模拟顶级版，它是包含了赛车架、是赛车座椅、椅子哦，包含椅子哦，然后跟 T248 的赛车游戏方向盘。这个椅子啊，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先买了那个赛车方向盘，然后通常他们就是一个流程，你先买了赛车那个方向盘。然后就会再回来买赛车架，然后买完赛车架又觉得椅子也需要，然后就买赛车椅，然后就变成一整组，所以何不一开始就买一整组呢？对不对？一开始就可以选好，那或者是你直接中奖，那就是太棒了。没错，直接中奖，这个它算是顶级版的哦，这个赛车椅是顶级版的，然后再加上这个 T248 很棒的这个赛车游戏方向盘。那它的整个总价就是赛车椅、赛车架，然后再加这个 T248 方向盘，这样大概也是76000多，也是快8万，对，没错，快8万，超级超值。对，第三奖的话就是全能的扫拖机器人，这个是我们之前有拍影片，就是扫地拖地在同一台，它会自己回去洗抹布，然后烘干，然后杀菌。
然后呢它那个吸一般的扫地机器人就只会吸灰尘嘛，没错，然后你定时还要去倒它的那个集成袋，这一台的话它是可以自动机才会吸上去一个集成袋，那个集成袋你可以，它官方是写大概一个月倒一次，但是没有，我们都超久，对，因为真的就我们办公室好像倒快半年才倒一次吧，因为它真的就是不太需要，没有满啊，对，还能装、啊不过还是要看你那边自己的那个空间环境什么，因为两百平的话可能就对，而且我们的窗户都是基本上都是关着的，对，有啦，现在冬天就可能就会稍微开这样子，对对，那个这个扫地机器人它是扫拖哦，扫地加拖地哦，它对，而且真的我们在因为我们门市有放一台，所以它有时候就是它自己会侦测到说。我觉得脏了，他会自己回去吸就跟那个空气清净机一样，自己在那边，他会对他突然空气清净机都会很大，对，就会帮你换气。这对，或者是你觉得说我今天眼睛好痒，鼻子好痒，空气清净机就自己在那边，他就 对, 对，你就可以不用人体感应。所以这种家居智慧家居的东西，对大家可以。很赞，可以选购或者是来刮刮卡，说不定刮回家，好吗？我们今年我就有跟老板建议说，我们选一些不要那么专业的，不要那么专业，因为之前都是赛车模拟啊、PS5 啊，然后主机，有一些人可能对那个好像还好。我今年就跟老板建议说，可以选一些比较日常生活化。就是像、這個，我想说不定会刮到空气清新机，什么？我刚说什么？扫地机器人、扫拖机器人。对，这种我就觉得很棒，就是像我自己就会想要。然后还有最后一个特别奖的话，就是 iPhone 14的话，它是512G 的，512G 其实很能装，因为像我自己在拍影片跟照片超多的，512G 目前还够装。但是可能快不够装，不嫌多，容量不嫌多，容量不嫌多。但是我没有直接买 1TB， 因为这样我下一次就没有理由说我手机没有坏。没有啊，你可以说，我可以，你可以说，就是我只有一只不够，我还是我需要两只，我需要两只双机进行。对对，好，很棒。你看我手，我有两只手，我就需要两只手。手机对，那还有脚呢？对，我觉得一只手就有点孤单。对。然后那个叫什么？最后这个就是抽六支，好不好？我们不是只抽一支，我们抽六支，对，好不好？让可以获得好礼的人，所以其实我们获得大奖的机会六七八九有九位，九位可以获得大奖，对。但是以我自己，我喜欢的话，其实每一箱都是超过它的价值，也都算是人人有奖的，拿到比市价更高出许多的商品。对对，我们每一箱的价值一定都超过它的售价，像888一定会超过888，我们刚刚算好像就超过蛮多，像是刚刚2888就是直接3600多啊，对呀、啊，然后刚刚888好像1800多，对啊对啊对啊，所以都是直接甚至都快要翻倍，对，都算赚到，可能会翻倍再翻倍，我没在开玩笑哦。对，所以呢，大家有喜欢就是可以过年的话来试试得个好彩头，试试你的运气，对，而且新年嘛，新年就是。要有一点玩一点这个，比如说圣诞节玩交换礼物啊，然后新年就是开开福箱啊，买买福箱，就是一种新年好气氛。对，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啊！对，我们也有很多新年乐曲。我刚刚还在想说，我们的背景音乐要不要咚咚咚咚讲，可是好像有点吵，怕大家以为来到年货大街，所以我现在就是改用一个比较欢快的欢快的，对我直接搜寻欢快。好，现场还有没有朋友要现场加的呢？如果我们都可以现场买的哦，可以让大家考虑到午夜12点前，好吧？就今天晚上结束前，如果你订单帮我备注是直播加，关键字直播，直播直播加一，或者是我喜欢看直播，我还喜欢直播，我每天每个礼拜都要看直播，只要讲到直播，对，我知道直播有特卖会，我知道直播最划算，我知道直播可以多加礼物，对，我知道直播的那个人是谁，是我，谁？我知道直播很棒，我知道米特直播，我知道米特是每周二的8点，每次主题不一样。
对，都可以哦。我知道直播预告都是前两天会发，我现在是不是在宣传消息吗？对，对，就是。好的，如果在直播上面加一，我们就会请小帮手再额外帮你们多放一些赠品。对，没错，就是谢谢大家每个礼拜都来看我们。或者是你今天第一次跟我们见面，那我们就相约下周二再见面，好吗？啊，对，顺便宣导一下，我们下周二的直播会去户外，会不一样的场景。哦，对哦，对哦，下周二对吧？我跟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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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哎，先跟大家讲 ，OK 啊，之前就有提到了。对，下周二的直播我们会在户外，是，对，会是比较有趣，就是让大家看戏的。因为大家每个都在说他们准备了地獄。今天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各位，我的地狱已经就是送到了哦，懂吗？懂意思吗？就是呢，我们下周二是我们的尾牙晚宴，然后我们会玩，我们自己内部啦，会玩天堂交换礼物跟地狱交换礼物。如果你很想参加，就是、提前进来，然后跟我们就是注明清楚一点。不过我们的或者想把你的地狱礼物，对，你可以看你要参加天堂、参加地狱，我们都可以开放，只是说没有特别宣传这一个。就是你如果看到直播，你很想跟我们一起玩 ，OK？ 然后我们是会开直播现场交换的。对，场次说户外难得，没错，真的真的，我们会去户外。对，而且那个地方也有就是很新奇的东西，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我最害怕工程的礼物，因为我抽过他的。他已经跟你说下周二见。我最害怕，我不想回他。好，然后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价值，我们的那个礼物的价值是500元，不过你要提，300，不好意思，500是我们的圣诞节，记错，我们是300啦。对对对，但我们没有特别，就是因为毕竟也有可能真的非常地狱，我们大家里面内部真的是没在是我们没在客气。上次的地狱礼物被嫌弃，我不想回他，我不想回这个人。我跟你们说，你们下周真的是来看好不好？来看戏的，真的真的，因为来看有多地狱。我觉得我的地狱很有趣。我记得有小哈那一次的超好笑的，对，我记得好像有什么肚皮还是什么，对，一个肚皮，对，我觉得我的地狱还蛮有好玩的，大家来看哦，我的也很有趣，我觉得大家都为什么大家都只讲，我们是只讲地狱，我觉得大家心思都放在地狱里，真的，我后来真的是到就是因为我反而是什么地狱先挑好才开始挑天堂，然后随便看什么都觉得这个也好可以地狱，很棒，那个也很棒。不被嫌弃，本叫地狱。对，真的。对，大家下礼拜等着来看戏哈。对，但是今天晚上会不会8点吗？应该差不多，差不多，有可能提早，因为我们看可以关注我们发的讯息啦，以那为准，好吗？对，你们就是把那个通知打开，对，开始直播就會。你们也不要就是这个就特别爱看我们就每周8点，对啊，都有像是这种。不相开箱，或者是特卖会，那边只有那种我看戏的最爱看，看戏的很精彩，而且回应很热络，对，太好笑了，对，好，非常期待，就是没错，就是来参看一下我们的地狱啊，你们对都可以跟大家相见欢。如果想要买同款地狱礼物，我们再告诉你说哪里买，因为我的地狱礼物也是虾皮买的。我很怕，我还是会催说什么时候会寄出，还好已经到了。我还特别跟他说，我要在，而且我是因为我们是10号嘛，我还特别跟他说，我希望可以1月8号或者是9号就收到，因为你有时候跟他打得太紧，真的很危险。我就才跟他讲，就是8号或9号这样。再前几天。对对对，然后他还跟我说没问题，那青青可以帮我下两个单吗？青青，没有，他没有说青青，他说那个就什么青号，写什么亲爱的那个什么客户啊什么。对，我刚刚是讲比较快啦，反正就是地狱礼物，就是大家期待一下。对，来期待哦。好，我们一样就是每周二晚上8点都固定会有直播。那个过年那一周会暂停一次。哦，对，因为大家也都要去过年，好吧？大家只有那一周会暂停哦，或者是我们其他如果会暂停，我们会提前跟大家讲。对，那只要以我们的公告为主哦。对，以我们的公告为主。好的，然后福箱的话，我们持续有在贩卖中，但是它是限量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等等会统计卖了几箱
再对，再看看剩多少。好的，我们再决定会不会再持续推广它，因为如果快没了，我们就不会继续推，好不好？因为就会自然而然就被我们买走。我们毕竟门市也会直接反手，对 对。那门市卖完了，我们就门市还需要再加。好，总之呢，就是先买先赢，福箱限量发售，就是先抢先赢。那里面都会有刮刮卡，各位可以选择2888或者是888的福箱，那你都有可能把机会大奖带回家。里面的内容物都会不一样，所以呢，各位，就是抢购来喽。对，然后今天有加的都在帮我，就是订单备注，虾皮的朋友就是直接按上面加入购物车，然后订单备注是直播，对，直播加一或者是我看直播加的，我们都会额外在请小帮手帮你放小礼物进去。对，关键字直播，你在订单备注，不管是哪一个平台，我们就是多加小礼物给你。对，这就是我们今年推出的福箱啦。那大家也可以去一个红色播放的那个平台，好不好？有一个红色，你们一定都会那个 Y 开头的那一个平台，去看我们的福箱的影片，再抽奖，好不好？大家可以留言一下，新年新希望，好玩嘛？好玩又可以抽奖，都好。我看到有人说想要什么，考试考过还是什么的，是什么？就是一些真的很愿望的愿望。或者其他中大奖也是很愿望的愿望啊！我有看到什么发票中大奖，那个蛮实际的。他蛮聪明的，他不止中大奖，他还把那个目标锁定的很清楚。对，发票中奖了，再来买多箱一点。对，你看哦，那个财神爷在看名单的时候就说哦，什么中大奖，那就会把它投入。你看发票那边，他就会投入，他就第一个聪明仔。好啦，就是。有这么多可以获得福箱的管道，但买回去你就是有加自己的努力，我们有努力才收获，说不定就是它，好吧？打开会先刮刮卡，还是先看里面的东西？如果是我是先看里面的东西，再玩刮刮。我刚刚好像是先打开那个大奖的那一张单子哎，然后因为我就稍微看一下，就临时，然后就先看刮，就是先看、那個。你们是哪个呢？现场可以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们。开福箱会先看这个大，你们会先刮还是先开始先看里面的商品，还是同时很忙同时？这个里面有刮刮卡，你不要看到红包袋，然后就随便塞给一个小朋友，他就直接获得就是大奖哦。对，这个红包袋里面是有刮刮卡的哦，有买福箱的要记得哦，不要以为是空的红包袋哦，里面有东西哦，啊、你们大奖就在里面哦。先刮，先刮，先刮，先刮。好的、哦。那跟我一样，我刚才是一打开，哦，刮刮卡。我应该是先看物品的，先看物品吗？对，因为我不太爱刮。真的吗？有大奖你也不爱吗？我如果知道他有，就立马刮。有大奖就先刮啊，先刮，好不好？好，那就是大家福箱买起来，有2888跟888。对，那商品价值都是超过，那比较大体积或者是也不一定，因为有可能小体积就是装满也不一定。对，所以呢，每个福箱的内容物都不一样，但是价值一定超过，里面都会有刮刮卡。对，赶快新年给大家新年，就是大家新年可以帮自己给自己一个希望跟好玩，好吗？对，我记得去年有人大箱小箱都卖耶，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就是都就是一种做法，真的大箱蛮大。大箱的话是超取可以取的，要比意思吗？最大的尺寸就是超商可以寄最大，比这个再大就不能寄了。所以我们就是有为大家各方面想到，因为还蛮多人会超商取货，像我也很爱超商取货。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超商可取货可以最大的那个大小。那它的尺寸，看我刚刚手在那边比，大家应该可以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大象尺寸是可以放得下键盘，因为我有看到小帮手他们在放键盘。对。然后像刚刚我们看的这箱里面，就是不断电系统，然后也有一些网卡啊、路由器啊，或者是一些喇叭，然后跟那个耳罩式的那个耳机啊，其实蛮多很赞的商品，可走进机啊，想象是放不下的哦。但其实我们今天加的比较多的是2888麦克风。我有没有有没有把那个音量开大一点？听到我默默在念的里面的东西，这边乱念。
的。对，就是他把他看到的装电枪，因为我们小帮手在包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好奇说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随机抽了两箱来开箱，那其实每一箱的福箱里面，里面的商品都会不太一样。对，对没错，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商品。是的，那大家想好要哪一箱了吗？对，如果有确定好的话，你今天加我们还会额外再请小帮手帮你多放商品。没错，多放一些小礼物进去。没错，从一月三号的八点到今天一月三号的晚上十二点整，那都是有一个，就是你打直播，我们这个关键是直播，直播买的，你就可以直播加一，对，直播加一，你就可以多拿到额外的礼物，好吗？好的，好，没问题，好的，谢谢大家。好，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边呢不会就是打电话跟你说什么，请你去线上操作刷卡，或者是叫你去 ATM， 就是反诈骗。有任何疑虑的话呢，可以加我们，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门市做确认。那你也可以把我们门市电话加到自己的通讯录里面，或者是打165反诈骗专线，那种无微博的，就是叫你。什么去 ATM 操作啊，或者是什么账单错误啊，这些比较常见的，或者什么加886、加86这种国境外，奇奇怪怪的，对，境外电话啊这种都请小心，怪怪对对，因为比较常见可能就是说订单错，然后要你重新下单，然后你麻烦你帮我到 ATM，反正就只要基本上只要你去 ATM， 我们都不会叫你去做这种东西，好吗？不会，不要乱点连接，好不好？不要什么收到什么奇怪简讯，说是米特的简讯，说什么点这边买福箱还是什么？没有，我们只有我们这个官方 LINE 那个连结是真的，或者是在我们的页面才是真的。不要随便看到简讯，或者是不要慎重的看到简讯。有时候可能不是随便，很慎重。但是呢，不要看到什么简讯或者是电话，然后就点去操作，把就是或者是泄露个资，好吗？对。然后，如果你看到很奇怪的电话，或者是你接到很奇怪，都可以打到门市。我们门市三个门市的电话都有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那对，都有。对，有很奇怪的电话，你都可以打到，因为我们的那个电话都是正常的电话。对，正常，这是我们直播的事，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对对对。就是正常的电话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奇怪，你可以打来问，或者是直接打那个165反诈骗专线，说我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然后很建议大家下载那个 Who's Call 的手机，都下载那个 app， 然后它就会一直帮你更新你的那个来电。不止反诈骗，有些是那个叫什么保险啊，或者是办信用卡，或者是响一声就挂那个，它都会有，都会有那个，你就可以决定哦要不要接。有时候觉得不想接，或者是你在忙，蛮方便的，可能在洗碗，想说我要不要把手擦干来接电话。如果你看到那样，就哦根本不用理他，不用在那边急急忙忙，对，急急忙忙接起来，然后还是那种一接就挂，就更生气了，就是对，就觉得很烦。所以其实那个 Who's Call 蛮好用，大家可以去下载，然后也可以过滤一些诈骗的电话。对对对，而且它蛮方便的，它就是下载好之后，你可能你自己有时候忽然想到，你就去按那个更新，那个电话簿就会及时的更新，它也不会说一定特别，就是不会存在你自己的通讯录，不会占用你的通讯录。对，而且有时候它会是有一些像比如说熊猫外送，哦也会显示，对，或者是比如说我很常买一些店家，然后比较有名的那个，比如说丹丹汉堡，然后什么男子店，我都会，然后他都会输入，我就哦。不过这个呢，他那个显示差不多都是大家自己对回报，自己回报的，就是可能是他回报的，可能是我回报的，可能是别人回报的。所以你要更准确，就是确定是我们米特打的，你可以把我们的门市电话就是加到你自己的通讯录也是 OK 的哦。没错，没错。好，我刚看到虾皮有人加。来，虾皮的朋友加入购物车之后呢，帮我订单备注直播，我们就会额外请小帮手帮你放额外的那个
小赠品，好不好？直到今天晚上12点前，是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在订单备注，如果有看到你的留言，是打直播相关直播加一，我看直播都可以再额外获得我们的小赠品。好不好？没错。那谢谢大家，我们下大家来看看每个人精心挑选的地狱礼物哦。还有天堂，还有天堂。对，有天堂。我觉得大家都着重在地狱，我觉得很好笑。好，那持续关注我们的动态喽。那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到这边了，那我们下周见喽。拜拜拜拜拜拜，你帮我关那个。